吴磊怎么撒娇啊？他很 man， 主要是我可以学邓伦撒娇。嗯，哦，我最怕就是虫子就得了。哦，我最怕就是虫子就得了。邓伦，邓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只看过邓伦，对不起啊，邓伦，不怪我。不要，我不拿女人钱，我不拿女人钱。嗯。那什么，借我点钱啊？啊什么？你看我像有钱的吗？我没钱了，我就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正是这几个月，你给我打了欠条。你给我打了欠条。还钱。还钱？不、哎、不，我哪有钱啊？没欠钱了。没欠钱了。哎，声音男人，我们进来吧。手掌真的是。遗传，我爷爷，我爸爸。叔叔，这都是肉手。我爷爷告诉我，这双手是抓钱的手。记住肉手抓钱的，我记住我的福气，所以我喜欢我的小胖手。你们都没有，你都没有。发誓的手势是自己的习惯，还是这个角色的设计？发誓。全世界不都这么发誓吗？全世界不都这么发誓吗？嗯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全世界都这么发誓。那你们怎么发誓？那你们怎么发誓？我对我的列祖列宗发誓。最近参加节目或者演戏，经常被磕 CP， 你内心的 OS 是什么？我跟魏大勋，我们俩 CP。我跟魏大勋，我们俩 CP。姐们，你岁数最大吧？你是我哥哥吧？哥哥，你不能再来叫香的声音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看你那刚才那个气势，我有点太受不了了。说大老爷们这个那的，哥哥，你不能这样。没事。女生，嗯。哦，女生，哦，女生，哦 ，OK， 我觉得这是带给观众的一种，观众的一种设想吧。我跟魏大勋，我们俩 CP， 演戏好啊，对，演技好，主要因为邓老师戏太好了，纯是个特别善良的姑娘，对，她太火了，她演不，跟她这么火，她演一个过气艺人，谁信呢？夸她好累啊，然后。长得漂亮，对，然后又是安徽之光。我希望能找一个像邓伦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我夸的可以了吗？他们刚才都说我不夸邓伦，我这夸的够可以。我这夸的够可以。你又打我，你又打。第一次拍吻戏是和哪个女演员？第一个，我想想，其实我拍花非花的时候跟杨紫呢有吻戏，但好像是没亲到。嗯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还特别想知道，你说实话，你见我第一眼有没有很激动？好接近，我见你第一眼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因为我看着他戏长大的。没有想到能跟女神合作吧？所以我很紧张。他是石家庄之光，然后但是他志不在石家庄，他的志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我志在我自己，我男儿志在四方。我没有，我们俩但有机会当然合作。我跟李现我们私下关系也非常好，对。我第一次是为你沦陷，那这事儿应该问子姐。嗯，对啊，你们都不知道他，对吧？没准他给我们俩施了什么魔法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俩，对。